鼹鼠的家。我回家了，祖蓝。哎呀，小心小心小心，来。哎呀，哇，这个传送门把我们传送到这个地方来，来，小心小心小心，后面跟上来，后面跟上来，跟上。这叫藕断丝连啊，真的这个感觉，跑又跑不掉。早知道传送门那么辛苦，我还是回去好了。真的有一种超级玛丽的感觉。来，我们现在这个，我看一下逃离计划书。计划书。逃离停车场，根据逃离计划书指示，机器人需在停车场内搜集各种球类，扔进神秘箱，获得电池。在此期间，要躲避巡逻守卫。过程中，任何人被巡逻员击中，全员将被暂停两分钟，限时十分钟。我帮大家准备了这个防弹背心。防弹背心？外星人有枪啊！外星人有枪啊！对，别有枪，别有枪啊！他们有枪，真的假的？就是那些守卫人，对外星人是有枪的。哎，那我还是留在这里好了，太危险了，我还是不要出去了。我们在这里其实活得蛮好的。对，要不我们解开吧，超哥。我觉得算了，年纪都这么大了，对，还要重新适应，再花个十几年，对不对？还蛮累的。对，还要被打，还要被打。我以为有很好的逃生方式。好吧，先穿吧，来吧，不浪费时间了。这个正面哈，好，同志们，我们去找球，找球，放在箱子里面，箱子里。哦哦，有人拿枪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看到这个牛很熟悉啊，要旅游找什么你知道吗？找途牛，途牛，要你代言的，我代言，哦，真的，这个记录厉害，我厉害啊，要旅游。好声音啊！计划书里面有说吗？要旅游，找途牛，不要再找被击毙了，真的。好。哎，先让我过去一下，不是，我们是有时间的。我知道，你别着急，让我试一下。哎，看到球，不，先别动，看到球，让我试一下，他有什么反应？听我说，他戴着面具，还戴着墨镜，肯定什么都看不见。哎，走过来，过来。啊，他怎么越来越近了？